先生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呀？那户有钱人家的二少爷今天结婚，晚上他们会请我们所有人去吃饭的。你也一定会去的吧？真的？骗你干嘛？我去告诉其他人了。晚上见。这次是二公子的大喜呀！记得上次大公子结婚的时候，我去他们家。哦。 就是这里，哇塞，这间房子真是富丽堂皇啊！欢迎你的到来，咦，恭喜你们家大少爷，请进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，哇哦，真是金碧辉煌啊，哈哈，还有马圈，家里这么奢侈，好漂亮啊！ 他们家可漂亮了，今天晚上又可以再去一次，真是太好了，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啊。公子请留步，入席之前请先把您的礼金留下。好吧，只有这个了。啊，一个铜钱，嘿嘿嘿，还是不要去好了，但是。 宴会上有的都是好吃的，哦，烤鸡，蛋糕，真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吃，好吃。 太好吃了！喵贼！牛高不高，五兔胆气豪，龙在左，蛇在右，老娘从中间来到。猴精向东望，狗猪来帮忙。十二大侠赛金刚，十二大侠赛金刚，十二大侠赛金刚，十二大侠赛金刚。牛高不高。 兔胆气豪，龙在左，蛇在右，老娘从中间来到。猴精向东望，狗猪来帮忙。十二大侠赛金刚，十二大侠赛金刚，十二大侠赛金刚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太丢脸了，这次去肯定又会被笑话的。唉。 到底该不该去呀？该不该去呢？是去啊，还是不去呢？我还是去看看吧。开门，开门呀！我是来给二公子道喜的。 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宴席都完了。什么？宴席都完了？迟疑不决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做人要有主见，不要犹豫不决，白白浪费时间，让机会从手中溜掉。大家明白了吧？唉。